谈何事？不同一从行。就一直是一个恐吓，就是说拿缺电来恐吓，找任何理由都要给他当成一个复活的这个理由，让何时这一次就是让他在坟墓里面就安息吧。对国内缺电严重说法，经济部多次说明台湾不缺电，周日停电与缺电无关，若真怕缺电就支持三阶。如果大家会担心缺电的话，那更应该让我们的三阶赶快把它盖起来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来稳定的供电。核四要重启的话，至少要10年以上。能源局也发新闻稿批评马前总统刻意引用偏颇资讯，混淆重启核四与使用核能这两件不同的事，重申核四尚未达到安全标准，也非很快能运转的发电选项，更不是现阶段电力需求的适当选项。公投17案不同意，我们不